起谈。二兄，你说这东洋鬼子也太欺负人了，扬言要在咱们的地盘上打败我们。等会儿咱们接完药材，咱们也替他管去。嘘，你别让师傅听见了，要不然又该说你惹是非了。十三爷，你那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指南针怀表吗？你都摆弄一路了。哎，阿苏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人家这个是师傅送给十三姨的情人节礼物。哇，师傅你也太时髦了，你都开始过情人节了。你师傅哪里有那么洋气啊？这还是我送玉佩换来的呢。十三姨，你要是再跟师傅这么秀恩爱的话，那我就下车了。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废除马关条约，废除马关条约，崇拜国贼，崇拜国贼。国难当前，何日太平。哎，师傅，我先去前面开趟路。好，哎，别惹事儿啊！好嘞，师傅，这是我的地盘，我也说。这个阿宽总是毛毛躁躁的。张中堂作为钦差大臣，此次远来广州，车马劳顿，咱们一起敬张中堂一杯薄酒，为张中堂洗尘。谢谢各位有心了。朝廷如今十分怯战，让我来广东便已从事，如今军费不足，恳请广东的各位商界富贵能够慷慨解囊，以资军费。国难当头，正是我辈投身报国之时，只要张中堂开口，要钱给钱，要人出人。白莲下凡，万民翻身。这帮妖言惑众的邪教徒简直是无法无天。白莲下凡，万民翻身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打倒帝国主义，不我爱中华，不我爱中华。打倒帝国主义，白莲就在此，上路。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日本。哎，你们，哎，阿荣跟我走。是师父。为了避免中堂大人受惊，我们还是先离开吧。中堂大人，请。秦狗官，上！大家小心！白莲下凡，万民翻身。莲花除妖气，万象变异星，起！来吧。就来收你，送来领罪。谢谢你的玉佩。
肝阻挠本仙姑擒拿狗官。佛山黄飞鸿。黄飞鸿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竟敢行刺朝廷命官，还有王法吗？本仙姑是替天行道。老爸，这呀就是一些白莲教的人在闹事，成不了气候。老爸，老爸，哎，阿苏，老爸，他是何人？功夫这么好？是我的一个朋友，广东十虎之一王吉英之子黄飞鸿。身手果然名不虚传，不如加入我们白莲教，冥王庇佑，保你长生不老。你们装神弄鬼，其行不正，分明是个邪教。凡夫俗子，没有慧根。不愧是我师父，功夫真好。时辰未到，暂且留狗官一命，收法。是是。我会好好珍惜你的玉佩。黄师傅，上官兄，今天多亏了你仗义出手。上官兄言重了。黄师傅，我替你引荐张之洞、张中堂吧。好啊。黄师傅请。哎，请。黄师傅。上官兄请。见过中堂大人。想必这位就是南派武学宗师黄飞鸿黄师傅吧。救命之恩，张之洞没齿难忘。大人言重了，飞鸿愧不敢当。黄师傅请上座。好。看茶。黄师傅，我有个门生叫刘永福，说他的黑旗军之所以战力非凡，战功赫赫，全部仰赖黄师傅担任国术教头呕心训教而来呀。刘将军谬赞了。黄师傅，眼下东沙岛战事在即，前线正是用人的时候，像黄师傅这样的盖世英雄，可愿担任我两广水师国术总教头一职，
为国效力尽忠啊。这飞鸿一介草民恐怕难当大任呢、啊、一介草民知道你的身份就好。放肆！巡抚大人，张中堂面前注意你的仪态。总督大人，张中堂任命两广水师总教头之职，事关重大，理应呈请吏部，并上呈军机处定夺。张中堂如此行事，只怕是落个擅权之名吧。如今海防告急，离京前老佛爷轻命我便衣行事，巡抚大人可还要参我擅权之罪？下官不敢，下官只是尽下官的责任，提醒大人而已。大人，水师大营送来军情急报。已经探明，日本军舰三日内即可抵达东沙岛。总督大人，你即刻赶往水师大营，亲自提兵前往东沙岛布防。只要日本人胆敢登陆，一定要戮力死战。其他后援之事，由老夫亲自督办。下官遵命。慢，张中堂，老佛爷的便宜行事之权，肯定不包括开战吧？之所以签订马关条约，就是为了中日避免战事。事关战事，关系体大，必须呈请军机处，请李中堂老佛爷定夺之后再做决定。巡抚大人，如今大战在即，等朝廷千里迢迢地批复下来，别说东沙了，西沙、南沙也早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了。你这样做事，简直是置天下安危于不顾。东沙群岛都是些个荒蛮小岛，居民不多，而且很多岛上根本不适合居住。为了这些个无用之地清洗战事，这才是置朝廷的安危于不顾。巡抚大人此言差矣。飞鸿虽一介草民，尚至毫厘之地，若是我国土，必当寸土必争；少边之民，若是我同胞，更应倾力保全。若土地无用，便置之不理；百姓不多，便弃如草芥。那我们还要这朝廷何用？你，黄师傅真知灼见。真不知如今朝廷大员中，还有几个人有黄师傅这样的觉悟？我意已决，传令各级官员各司其职，整备战事。立即颁布禁海令，避免民船误入战区，或有敌人的奸细出海传递消息。没有我亲自盖印签发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出海。是，除非张中堂下令停战，否则日本军舰只要敢踏入我大清国土，人俊一定戮力死战。如果老佛爷怪罪下来，所有后果人俊愿和张中堂一起承担。好，前线就有劳总督大人了。黄师傅，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，总教头之事我张之洞就替你做主了。明日巳时，我亲自为黄师傅主持上任仪式。大人，就这么定了。张之洞真不愧是大清国的最后一条汉子，竟然不怕我们大日本帝国，不但死战，还要禁海。是的，大人。他怎找死？
王侯大人！多说所官！天赐明王！明主的天王！王侯大人！大人，警告里面陛下。王府办事，你们让开。大人请。湘大人，快跟我走吧！但是我是走不掉的。张大人，这是我的金玉，倘若落到日本人手里，定会冒签文件，改变大局。所以你要带着他立刻突围，去找救兵，不要怪我。我不能救下大人，快走！事关重大，这是我的命令。大人，快走！梁志勋宵小之辈也不能奈我何。快走！速调救兵围剿白莲教。快走啊，大人！快走！黄师傅，你要采办的药材我都已经备齐了，你看还有什么需要的，尽管开口。林兄实在是太客气了，不止收留我们居住，还把我们需要的药材都采购回来了。飞鸿真是无以为报。哎，你是我那烈儿阿苏的师父，我们又是多年老友，哎，就不要见外了。真要想报答我的话，等你明日上任之后，替我多杀几个东洋鬼子就行了。哎，这个人快死了，要不要报官啊？报什么官呐？哎呦，你们怎么这么没良心呢？哎，你们快来看，这里好像个死人啊！啊，阿宽、小月，去看看。好嘞，师傅。上官大人，师傅。啊，上官大人，你怎么了？上官兄，发生什么事儿？王师傅，白莲教九长大人，上官兄，阿宽，扶他进去。好。王师傅，请喝茶。不用了。哎呀，巡抚大人。哎呀，王师傅啊，不不不，
应该叫黄总教头啊。你也太积极了吧，张中堂明日四时才为你准备任职仪式，你呀、啊、什么事儿啊？张中堂被白莲教的人劫持了。啊，是他的护卫上官傲亲口告诉我的。上官傲现在何处？正在我处疗伤，他被白莲教的人打致重伤，现在昏迷不醒，所以飞鸿特来恳请大人即刻发兵营救张中堂。哼，无法无天，本官立刻派人前去营救。师爷，送黄师傅回去。有劳黄师傅前来送信。有劳了，告辞。哎，好，黄师傅请。师爷请留步啊。黄师傅好走。不如让他们把上官大人接回来吧。他走了？哎，是的。大人，属下这就去巡防营调兵，封锁全城，搜捕白莲教，营救张中堂。封锁全城那是自然的，营救张中堂嘛。大人的意思是张中堂与咱们李中堂素来不睦，这回他要真的出点什么事儿，你说咱们李中堂高兴不高兴啊？啊，巡抚大人高明，属下马上去封锁消息。少君，上官兄怎么样？小月看着呢，还在昏迷中。哦，巡抚大人怎么说呀？这个巡抚阳奉阴违，不止袖手旁观，更想借刀杀人。国家危难，他却一直想着权力争斗。唉，国家破败至此，这些封疆大吏难辞其咎。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全广东就他最大了，他操这份歹心，那张大人岂不是危险了？何止啊，如果没有张大人在后方整备战事，总督大人在东沙前线更加凶多吉少，一旦战败，危险的就是整个南国了。那该怎么办？还有其他办法吗？为今之计，只有我们自己想办法救出张大人。怎么救？或许我们可以试试引蛇出洞。白莲教？什么白莲教？白莲教了解一下，平时拉车的吧，拜土地不如拜冥王，加入白莲教，冥王让你健步如飞，拉车都比别人快。嗯，拜什么教啊？啊，冥王能让我拉车吗？我就是拉车出的事儿。是，天子，见王了，加入白莲圣教，皇家体力可以无休无尽的。是。讲完吧，嘘，不要跟别人说。你个死老牙，挡我的生意啊！不是，你滚！挡我的生意，滚！哎，大哥，看一下，加入白莲教啊！白莲教，嗯，好嘞好嘞。哎哎，兄弟，哎，要不要加入白莲教啊？行行行，别当我的事。拿着，哎，您拿着。
哎，肥仔，肥仔，我要，我要，全都给我。哎，阿婆，你要它做什么？我拿它生火用啊。生火？师傅。啊。喝点水吧。师傅，你说他们都去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消息啊？不用急，等信号。飞鸿，少剑姬，嗯，小月，哎，阿宽他们还没回来啊？应该很快了吧？嗯，那个，你之前教我那三招，我觉得练得挺熟的了，你再教我新的呗，这个棍法，你教我嘛？好好好，嗯。踩脚撩裆插叶这三招你会了哈，嗯，现在用棍法教你依然可以实现这三招，来。老李，你都在这儿这么久了，哎，菩萨一定会保佑你的，我先回家吃晚饭，你继续吧。啊，谢你谢言。保佑保佑。白莲教了解一下。好啊，兄弟，我正想加入白莲教呢。你看，啊，哎，信号弹，这不是，你见没见过信号弹呀？你以为我傻呀？这不是信号，走。指南针借我。小月，备马。师傅，马早就备好了。明王在上，今有信女韩希儿，生于光绪十一年5月54日，被五鬼缠身，八妖拍门，不能自拔。全能明王赐我仙药，消灾解厄。茅山老祖急急如律令。韩福，明王显灵，圣水已成，快请圣水救您女儿吧。行，乖，这是白莲坛主给你请的圣水，喝了你的病就好了。Run!
我师父可是黄飞鸿，你们现在放了我，再给我磕一百个响头，说不定我会饶了你们。百莲圣教，你别乱来啊！我师父可是黄飞鸿，降妖伏魔。干嘛？请上冥王，结局不定。我师父可是黄飞鸿啊！师父。阿宽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你要再来晚点，阿宽就被烤乳猪了。好啊，正好我饿了。师傅，给点面子嘛，这么多人呢。师傅，黄飞鸿。废话，这位就是我师傅，他就是人见人爱、英俊潇洒、武功高强、名震南洋的黄飞鸿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黄飞鸿啊。老子今天要让你变成黄飞虫，杀了他！哇，这么阴！我去！你都没开封，我怎么给你打？我才不玩呢！别跑！希儿，在这儿等着爹。爹，我怕。希儿，不要怕，爹陪着你，啊，不怕。我走。佛山无影脚，你们真的很烦呐！刀来！什么神功护体，原来是垫着铁片。你们看看，这就是所谓的刀枪不入，这个人分明是个骗子。别听他胡说，杀了他。我劝你们还是别再跟着他胡作非为了。铁片啊，假的，假的，这你要喝那么多圣水不会有问题吧？原来是假的。
是不是你劫持了张大人？他被关在哪里？去死吧！ 张志栋大人到底关在哪儿了？张志栋恐怕已经死了，他落到了神那里。那白莲教这个破席子怎么这么沉啊？居然是你！是我呀，黄飞鸿，你想我了吗？ 胡言乱语！快把张大人交出来，否则我毁了你的巢穴。你毁呀？整天装神弄鬼，乌烟瘴气，我也不喜欢。你毁了他，我给你晋新的，保你做坛主，荣华富贵，权力美色，全都是你的。连我，也是你的。我的玉佩，还给我。 这是什么戏法？哎，我看看。放心吧，你们中毒不深，应该没什么大事。只是，这个小女孩身染恶疾，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去医治？ 师傅，赶紧救救他！黄师傅，救救我们！黄师傅，救救我们！你们都安静点儿，你们刚才要是听我的，现在就不用遭这些罪了。赶快，去拿纸笔来。好，求求你，黄师傅，谢谢好，救救我！好了好了，大家不用担心，你们中毒不深，我给大家开剂药，照方吃药，很快就会好的啊！谢谢黄师傅，另外我会给你女儿再开一副药，两副同时服用，一两天之内就能见效。 谢谢黄师傅。黄师傅妙手仁心，华佗在世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。
我们把坛主当神，而坛主却把我们当成畜生。黄师傅接二连三的救我们，我们就是当牛做马也要报答黄师傅的大恩大德。你们不用报答我，只要你们能改邪归正，也不枉我救你们一命。我们一定改邪归正，好好做人。张之洞大人被关在哪里？张大人不在这里。昨天夜里我们绑了沙大人之后，坛主就把他交给圣母处置了。圣母？难道他还有另外的巢穴？他平时神出鬼没的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底细。师父，师父，这次咱们可发财了。这标志好眼熟啊。别惹事儿啊！好嘞。张之洞恐怕已经死了，他落到了神难里。传令各级官员各司其职，准备战事。没我亲自盖印签办的手令，任何人不得出海。我明白了。阿宽，哎，走。好。你凭什么说是日本人收买了白莲教，绑架了张大人？巡抚大人，那个白莲教坛主刚一说出神奈两字便遭人灭口，而且我在那里找到了有神奈标志的箱子，那箱子里面可装的都是……黄飞鸿，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神奈株式会在广东的产业有上百家，他们每年为朝廷供奉上万两的税赋，他们的箱子出现在白莲教总坛根本说明不了什么，一口箱子而已嘛，在他们那儿打工的中国人随便都能拿得到。这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火上浇油。大人，我输了。他们故意陷害日本人，制造两国事端。大人，张中堂可是日本人最担心的对手，他们就是想让他停战，所以才出此对策。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请大人三思啊。黄师傅，黄师傅啊，你说你一个蝼蚁小民还敢质疑巡抚大人的为官智慧，这是大逆不道啊，还是赶紧离开吧。巡抚大人，你可不要因为官场内斗而打错了算盘，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。师父，巡抚愿意出兵吗？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刚才我去找到林师伯，听他说确实有一个叫神奈的日本商会，而且底下的产业不下百余家。你说咱俩这么找，一家一家的找，一个月咱俩也找不完啊。现在巡抚也不愿意出兵，线索也断了，怎么办呀，师伯？哎，师伯，嗯，咱们来一招敲山震虎。敲山震虎。嗯，阿宽，师父，什么人？这位就是佛山黄飞鸿，黄师父。峨眉郡保之令找你，你倒送上门来了。我对踢馆不感兴趣，不过听说张之洞大人被你们挟持了，把人交出来吧。劝你们几个赶紧听我师父的话，把张大人请出来，否则等会儿小爷可不手下留情，你们几个吃不了兜着走。真牙子喽，不哭了噻。慢。阿宽，等会儿掰得真实点。师父 OK。
态度的，そうですね。逃げ足は早いな。张大人，我很敬佩你，但是也请你理解我，我所作所为只因为我们的立场不同。张大人，请您深思多事，大清已经我尽为人，阁下还是放弃吧，只要你能下达停战的命令，我别再枉费心机了。即便我张之洞倒下了，万千中国人也绝不会倒下。你就死心吧。张大人之担当，令在下佩服。既然这样，我只好失礼了。止まれ。彼を殺さないで。はい。副統領。副部统领。我来向您汇报。雪姬已经完成任务，料理了白莲教的后事，特来向您报告。这次任务完成的十分出色，我一定会向军部好好为你请功的。多谢统领栽培。张之洞愿意合作吗？不愧是大清朝廷最后的脊梁，很能扛啊。那怎么办？军舰明日就要登岛了，我们如何向军部交代？军部已经决定先把张之洞秘密押上军舰当人质。张仁俊是张之洞的门生，他肯定不会置张之洞的生死不顾而贸然开战。可是他下了禁海令，我们如何出海？队长，参见二位统领。我的任务完成了。官府那边怎么样？那个愚蠢的巡抚一心只想着内斗，根本不会营救张之洞。张之洞的金印拿到了吗？属下去了张之洞的家里和府衙，没找到金印。没有？找不到就找不到呗，把张之洞押到海禁那边，看他敢不敢放行。打开了！这只苍蝇真讨厌。属下失言，属下失言。统领，上官傲是张之洞的亲兵，金印应该在上官傲手里，我们只要找到上官傲就可以拿到金印。上官傲他在灵府上。
二叔，我跟你说啊，就以后你这吹牛的毛病，真得改改。我没吹牛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什么人？我是保护司大爷，快去！刘大爷，大苏怎么了？刘大爷，有刺客，你别怕，我来保护你。你。你彩小刘刚插眼无影脚哇塞三爷你好厉害呀、啊、看脚等等插眼宗的，真的很诡异啊！没什么好诡异的嘛，他们其实是怕了我的佛山无影手。去去去去！何博士，您看一下吧。啊，更许。斗笠，先生您看一下吧，便宜。斗笠，您看一下吧。大师兄，打了大胜仗，我们出去乐呵乐呵吧。乐呵？上哪儿乐呵？花街呀、啊，广州最有名的。到了我的地方，我保证你开开心心。花街，花街不太好吧？花街好，好多美女呢。别说，阿苏，你爹跟师傅都不在，你就无法无天了是吧？还敢去花街？这是我们男人的消息。大师兄，别理他，我们走。我这。少娟姐，给。哦，对了，二东阿苏他们去哪里了？阿苏鼓动大师兄去喝花酒了。花酒？嗯。你师父不在，他们俩别再惹出什么乱子了。你还是把他们叫回来吧。嗯。
注意安全啊。怎么会来妓院呢？师傅，现在怎么办？混进去。好。馆主来了，头领。哦，来来来，属下是来向头领报喜的，您再也不用担心黄飞虎会节外生枝，属下已经替您教训过他了。去招惹了黄飞鸿？没有，他是主动向我提过的，要我交出张之洞。蠢材，你暴露了。没有没有，属下把他打得抱头鼠窜，根本没占到任何便宜。你已经把这里暴露给他了，你还行让他占什么便宜？莫说开了，马森偷了偷偷我有了心里可塞。我真的低估了黄飞鸿，没想到他如此有勇有谋，一时出动端了白莲教。现在用的这招叫乔山真虎吧，有意思有意思。为什么我的身边就没有这样的奇才？都是些自作聪明的蠢货。我们发过誓言为天皇效忠，你却如此辜负天皇，得自己了断吧。头领大人，我有事跟在，副头领大人，他是给他可他塞。我本以为你只是无谋，试你一下，你连勇气也没了，真给我们大日本皇军丢脸，别逼我亲自动手。哎哎，天の陛下に。这么慢啊，没吃饭。你们中国人快点啊。
一起吃。谢谢爹。爹，你看，那不是昨天救我们的黄师傅吗？来，大家快点。哎，大宝了。早くきれいにして。はい。ふたれ。金一，拿到了吗？是，拿到了。去找一辆马车，把张之洞带到码头，送上海军的船，立刻出海。头领，哎，师傅，这个白莲圣母被日本人收了。我看他本身就是个日本人。你们几个尽快给我处理干净。嗨嗨，小川君，今天是特殊时期，你们都小心行事，不要放任何一个圣人进入。确实漂亮啊，你别搞错啊。那不是白莲圣母吗？圣母怎么在这里做遗迹啊？哎，阿苏，这里一定是神奈的巢穴，这个日本女人肯定知道张大人被关在哪儿了。我去抓她，你去别的地方看看。好的，师傅。上官大人，你醒了。大人，你在找什么呀？镖囊，镖囊，镖囊。是这个吗？金印，金印，金印，什么金印？这镖囊，这镖囊里的金印是张大人的官印，主要是牵扯到大清国的威望和张大人的性命。可是。今天没，大人，来，您别着急，您先躺下休息，我这就去找飞鸿他们，一定把你的金印找回来。是黄飞鸿啊，你弄疼人家了。废话少说，张大人在哪儿？你好讨厌啊，居然偷看人家洗澡。你想看啊，那我就给你看啊。别耍花样，我闭着眼睛也能抓到你。那你来抓我呀，你只要能抓到我，我和张大人都是你的。哎，站住！哎，你们两个干什么的？啊，我们是来消遣的。走开！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，识字吗？怎么了？搞事啊！
下もわからないよ。怖いです。这是什么功夫？你猜。十三姨说的没错，你们只会闹事。哎，不是我们搞事情，哎，是他们说的，中国人一口不能进。阿苏呢？进去了。宋母你在哪？宋母有人闹事，请帮忙。夫人，我怎么都不知道，不要打我！你别过来，别过来！走了。姐儿，在这等着爹啊！别动！晚了，那个愚蠢的馆主说他打赢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中计了，你肯定会跟来，所以我就为你特制了这炉熏香。别说动武了，想动一动都难。通知雪姬统领，看看外面怎么回事。是。黄飞鸿，你不要白费力气了。只要你愿意效忠天皇，我可以满足你的任何要求。痴人说梦。张之洞，我们马上就要送上船了。东沙群岛很快就会落入我们手中。你们大清王朝已经腐败堕落成这样。很快，西沙、南沙，半个中国，一个中国，一步一步，都会落入我们手中。到时候，你还不是一样要为天皇效忠？我们迟早有一天会在一起。你这么聪明，为什么不审时度势呢？中华大地。你们一旦玩笑过，全妄想蛇吞巨象咬我。不同意。副统领，门口有人闹事儿，统领说让您去看一看。我知道了，你安心在这里待着，我有的是时间让你回心转意。Yeah!
是什么人？阿苏，没事吧？哎，是我。阿苏，阿苏，你是我？你是谁？敢来这里撒野？活腻了？我。傅统领，上面这些人是黄飞鸿的徒弟，想我们突袭林家别院的时候交个手。全部给我拿下！先把这个废话最多的人牙齿给我拔了。上！啊！不就是白莲教回来吗？你不用这么自暴自弃。说来话长，阿宽，师傅呢？找张大人去了。啊，走！师傅，救命啊！阿苏，你闭嘴啊！师傅，救命！统领，好像是黄飞鸿的人来了。黄飞鸿在哪？统领不用担心，只是黄飞鸿的几个徒弟而已。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，别再节外生枝。速战速决，跟上我们。走。师傅真的不在这儿了？阿苏，我现在也不知道师傅在哪儿啊！师傅，救命啊！你不要再喊了！我来了！师傅！师傅！やっぱり私の男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，师傅？没事。黄飞鸿，久仰大名，你是难得的人才啊！如果效忠我们大日本帝国，定能让你得到你意想不到的荣华富贵。别费心机了，你收买不了我。你们日本人在中国做尽了坏事，现在快把张大人交出来！我看你有多大能耐！走，统领。师爷，原来是你这个卖国贼！你是中国人的耻辱！杀！Yeah!
黄飞鸿，中国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。中国话学得不错，我再教你一句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放下屠刀束手就擒吧。来的，这是我男人送的。你男人？十三姨，开眼，提刀，左红，十三姨，你别帮倒忙了。
向中国人献礼吧！ 张大人，飞鸿来迟了。中华大地上有你们这样的热血男儿，国家有救了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只要我们同舟共济，万众一心，中国人一定会站起来的。嗯，全国万众一心，打倒帝国主义，复我大中华。 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送你的玉佩在那个艺妓那儿啊？当时情急之下，我用它救了张大人。所以，我送你的东西就那么不重要啊？你根本不在乎。哎，少君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？那你就是故意送他了。你说我哪里不如他了？你哪里都比他强。你居然拿我跟一个艺妓相提并论，你轻薄我，你根本不在乎。哎，少君。 你是最重要的啊！我重要，我重要为什么我送你的玉佩在别人那儿？哎，别生气，啊！不许偷看。OK， 一二。 三，哎，这好，哎，这好，浑身，我就进，刚好镜头就摇，摇下来见到。